睡前一则鬼故事，大家好，我是错别字。你们有听过凶宅吧？很多时候有人一住进去之后马上吓到撞鬼之后就跑走了，但有的时候你住进凶宅它不是马上发生的，它可能要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开始被改变。那这一篇呢是投稿者是恩恩，那接下来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改编真实故事说给你听。大家好，我是恩恩，这是我发生在10年前住在中立的某一栋大楼社区里头所遇到的事情。那当时我离开了上一份工作，在待业当中，所以也要换一个地方找租屋处。那我本身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有参加教会。我们的教会呢，就刚好是在这个中立这15楼这一间套房里头会举办活动，然后大家聚在这边。那我也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个 A 男，好，他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师兄。那 A 男就知道我要找房子租嘛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这间房子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，哦，这个房客要搬走了，你有没有兴趣租？这间房子是2房，一厅一卫一厨房，其实空间蛮不错的。然后呢 ，A 男就住在对面，所以其实他我们也可以互相照应。重点是一个月5000块钱，很便宜耶！住在这么大的房子哦，虽然是10年前，但5000块钱很便宜耶。”当然啦，他就跟我讲，因为这个房子有发生过一些事情，在那间雅房里头。哦，我就知道原来是凶宅。但是我心里想，第一，我现在待业资金真的比较紧；二来就是我需要赶快找个落脚处，现在马上现成的就有了，而且才5000块。第二，啊，这个教会都常来这边举办，就算有鬼，基本上也都被净化了吧？我是这么认为啊。好，我就认为这边应该没鬼。第三，这个 A 男说，在他还没有买对面这间房子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也是住在这间房子里头，这个凶宅里头。他说完全没碰到任何的怪事。好，第四，我自己想，上一个房客在这里住了，我记得起码快1年了。那理当来说，如果有事，一个礼拜、2个礼拜就跑走了，怎么可能住1年？所以总刮这些想法之后呢，我就把他住下来了。但等到我确定要租房子的时候呢，我才发现 A 男有些奇怪的行为。第一个是，他虽然是基督徒，也是我们教会的，但他说他完全不相信有鬼。我只能说，哦，这么铁齿。然后第二个是，他其实很反感我提到这件事凶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当初也是你跟我讲是凶宅的，但是我只要跟他对谈的时候聊到凶宅，他都会说，好了，不要再提凶宅了啦，这都过去的事情了，而且也没有鬼，你也不要一直提。好，我本来也认为嘛，但其实我自己有点灵异的体质，所以有没有鬼我自己住进去就知道。那在我搬进去没多久的时候呢，就先遇到一个怪事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凌晨左右吧，我会听到有女人在哭，那个哭声是从我房间外面传进来的。那因为很晚了，所以哭声会显得很清楚。我听到哭声的时候呢，我想说，哦，哪个邻居在哭啊，我就继续睡。好，过了第二天早上也忘了，到了晚上又听到这哭声。就连续2、3天晚上之后呢，我终于受不了。有一天遇到 A 男，我就说：“这个邻居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半夜都在哭啊？”然后 A 男的反应是：“没有啊。”我心想说：“怎么可能没有？我听了3个晚上了，而且晚上的时候这么安静，有哭声，你就住我对面，你一定也听到。”就当我在讲第二次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火起来，他马上就说：“就跟你讲没有鬼嘛，而且你不要一直心理作用，就是因为你心里一直想，你才会听到这种声音。”当下我这样被他吓到之后，我大概心里就有个底了。我觉得他有点做贼心虚了。二来就是我也知道这个声音应该不是人在哭。果然接下来还是会陆续听到这个女鬼的哭声，但是我也没有理会他，我就继续睡。等到你过一阵子习惯之后呢，这个女鬼从哭声在门外的哭声慢慢的传到我耳里之后变成梦境。我开始做梦，我梦见我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在看整个过程，那个女生她不断的哭，然后我看到一个男生的背影，就是离她越来越远。虽然在梦中没有任何的旁白 OS， 但我可以很清楚知道，这个男的是这个女生的男友，要分手了。男生抛弃她之后直接走掉，然后女生很难过。在梦境里面，我可以完全感受到她那种很悲痛难过的情绪。哭着哭着之后呢，女生就转身走到了雅房。拉开窗户就往下跳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他是小飞侠事件。然后到这边我就醒来，我会听到砰的一声，我就吓醒。这样，这个梦境持续了好多天，始终都是一样的循环。
我没看到这女生的脸，我也没看到这男生的脸，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会梦到这个故事，一直循环。久了我也算了，也习惯了，开始不会被吓醒。到了第三阶段，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变成开始砸东西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第一次被吓醒，是我听到玻璃破掉的声音，它不是那样啪啷这样，它是砰的一声吓醒。我当下醒来之后，我还想说是地震，什么玻璃柜，还是什么东西窗户被打破，还是我放在那个旁边的这个马克杯掉到地上。但是你去检查这个屋子，没有任何一个玻璃有破掉，但是你真的有听到玻璃破掉的声音，很大声。你被吓醒之后，其实你很难再睡回去了。过了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三不五时，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女鬼很生气的进来你房间摔玻璃、打玻璃这样。前面两个不论是哭声还是做噩梦，我都还可以慢慢的适应，但到了第三阶段，就是砸玻璃这种被吓醒，你很难适应啦。哪有人这样子被吓醒之后还可以睡回去的？所以搞了那阵子，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，然后我就真的睡不好。那教会活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越来越不想去。那我也想说，到底该不该跟 A 男讲？但是他这个反应，我又觉得他根本不会相信，甚至会又吼回来。我就跟我的属灵长辈说，那我的属灵长辈就说：“那你来我们这边的教会，我们就帮你祈祷，有空就到你的租屋处哦去放圣歌，然后我们去那边祷告。”哎，过一阵子哦，还真的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了，就是你没有梦到那个女鬼，你也没有听到玻璃碎掉的声音，你也没听到哭声。可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即便我没遇到这些事，我的运气变得非常的差。好比我一直觉得，我虽然待业休息完一阵子，我找工作应该不难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工作。我投履历，请朋友打听，甚至有人拍胸部说没有问题，打个电话就 OK， 就突然间他们的额满了，或者是不缺了。就总而言之，我就一直待业很久。第二就是，我出门的时候呢，不是出车祸，就是安全帽被偷。那车祸也不是被撞，就是可能差一点跌倒这样。总而言之，大小虽事不断，就运气很差。再来是我的个性变得，我没有到很爱热闹，但也不至于自闭到我可以五天不出门。后来我的属灵长辈觉得这样不行，有一天他就直接开车到我家楼下，把我拽去教会里面，就开车载我去。在以前我去参加这个教会礼拜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心情很愉悦，就是有种松一口气、舒压，然后心情很放松。但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应该进去会有这样子舒压感，但反而变成一种莫名的不舒服感。这个不舒服不是说什么头很痛还是发冷那种具体的，是坐立难安，就是觉得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不舒服。后来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就跟我的属灵长辈说，我真的不舒服，我想回去，我想提前先走了。然后我就自己坐车回去我那个租屋处。就在我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有个意念闪过我的脑袋，我想跳下去。我那时候真的闪过这个想法，我想要跳下去。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往那个雅房走。我走去之后，我把门压下去，推开那个门，然后过去窗户边，把搬家的纸箱移开。这些动作我都知道我在干嘛，就是我要准备要跳楼了，我要去寻短。但我没有觉得我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是哪里不对劲，好像就像你煮泡面一样，你开水倒水拉开包装放面条都很自然的这样子反射动作。一直到我把窗户拉开来，有一阵风瞬间灌进我的脸的时候，我才有点醒来，发现我在干嘛，我为什么想要死，我当下才被吓醒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在那个瞬间，我的手机刚好响，是属灵长辈打来，我就赶快接起电话。我就说：“喂。”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还好吗？恩恩，你还好吗？”在那一瞬间，我吓到发抖，然后坐下开始狂哭。然后我的那个长辈听到之后，他也不敢再继续问，他就在旁边电话里面等。等到我比较稳定一点之后，我才跟他讲说：“我刚刚差点要去寻短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没有这个念头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刚刚一回来的时候，我瞬间想要做这件事。”这件事情过后呢，那属灵长辈就说，因为在你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的教友都觉得你开始状况不太对，所以我们就全部人先帮你祷告，可能那时候神有先拉你一把，但他也建议那个地方就先不要住了，你真的不适合在那边待太久，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住好几个月了。后来是有一对情侣把那个雅房租下来，跟 A 男租下来，他们开赌场，每天晚上吵到比女鬼还吵，我真的是被逼到这样子，我才赶快搬出去住。
等我搬出去那间凶宅之后，哎，很快的我就找到工作了，而且过去的衰事好像都没发生一样，所有事情都没有再重蹈覆辙，而我也没跟 A 男联络，我也没有再去知道说那对情侣后来怎么样。我是恩恩，这是我十年前在中立的某一栋大楼住凶宅所发生的故事。这一篇故事呢，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意外，在于说过去在整理很多凶宅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凶宅的故事 不在乎就是一进去发生鬼，然后鬼就是吓一吓你，吓完之后就马上搬出去了。但他这个故事在里面他 持续的拉长很久，好几个月。那我自己认为是因为凶宅的这个磁场，它有的时候不是这个鬼真的要去把你推下去，而是发生命案的时候这个磁场是比较混乱的，这个空间是比较不干净的，污浊的。你在里面待的越久，你的这些 脑子的里面的想法、你的整个情绪元神甚至你本身的磁场就会被同化掉，开始降低变得糟糕嘛。很有可能就在这时候你就被同化了，频率相同了，而走上前一个人做过的事情。那他 很明显就是这样啊，他从一开始听到哭声，然后梦境，然后到被吓醒，他整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当你睡不好，你的元神就会降低，很自然的你就很容易被影响而操控。所以我是这么认为。也因为这样，过去三龙法师也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，是这间屋子里面发生过命案，但他没办法住在嘉义，他没办法马上搬走，因为他已经装潢一楼了，然后他短时间内搬不走。那三龙法师是说，你先祭拜这个女鬼。当然这个女鬼有马上的保佑这一对情侣，可是三龙法师也讲能搬走赶快搬走。黄涛法师也说尽可能不要人鬼都住在一起，短暂没事，时间拉长了很有可能会影响，好不好？我是周北周三的挑战国华林片道不胡说八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睡前的鬼故事，大家好，我是错别字。我出第三本新书了，叫符咒的力量，是跟三龙法师一起出的。这本书里面截取了18张符咒，写了18则故事，不用觉得很生硬，里面的内容非常有趣。好比有一个叫猪哥符，就是你喜欢的男人用这个符画下去，他就会像猪哥一样趴在你身上。如果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是不是鬼话连篇。现在这本书《符咒的力量》在诚品、博客来、金石堂、Momo 跟我们家的快点购都有得买。在新的一年选择读一本新书开始，我是错别字，我是赖正凯，我是用鬼话连篇，但我不胡说八道。我们下次见。